兄弟们，今天我们的地表最强直线加速赛系列可能迎来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系列。话不多说，我们介绍完直接开始崩。第一位选手号称原厂以内最速地表燃油车，保时捷992 Turbo S， 旁边的当年落地价是超过兰博基尼大牛 LP 740。最关键的第三位有点不得了啊，就是这位来自成都的女粉丝啊。爸爸，这个 GTR 有什么不太一样？千匹吧，动不动就是1000多匹的 GTR， 这个车目前没有对手吧？哦，还没有对手。行，兄弟们，今天这个视频会非常精彩，40多度的天，记得点个赞带走，好吧？还有一个，你知道为啥精彩吗？这个是彩蛋。GTR 先休息一下，让这两个原厂的先决出一个胜者，然后跟你来崩。我是让你知道，天天们还有一个喘气儿的。可拉倒吧。OK， 那在开始之前呢，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在非常专业的场地进行测试，江苏国际万世赛车场，我们直接包下了一整条赛道，并且呢，大家轻喷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什么零四博主，对吧？而且这期没有广告，纯享版。Round one. 我们发现了大牛今天是来当背景板的，我真的是太快了！我靠，你看到差距了吗？然后这大牛车主，你花这么多钱买的马，你扔了吧行吗？太远了，我真的是。那兄弟们，你们也知道说这台992 Turbo S 到底有多快，就是它快的可以令人发。但这个官方是多少？2:27秒。我感觉实测应该会更快。这样，哥，下一把我来吧，行吗？行。然后我干掉那个 GTR。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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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R。就干 GTR。就干一个992。来。方志，你等着，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战神。你个老皮鞋，我真的是服了。哎呦，今天哪来这么多自信呢？真的。开始吧。Round two. 在搞什么？停了，停了！啊，挂雨器都开了。后挡残是？知道我拆了，拆了，拆了。Round three. 我真的，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快到我已经眼珠子都是掉出来了，弹射那一下。但是就这个，哇，它远远不知道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你知道吗？它这个车感觉像没有上限一样，你明白吗？我们这点还是要喘气。那些人情是给我拿回来了，兄弟们。不服，还是不服？你滚！之前我说有彩蛋，就必须有彩蛋。这个敢不敢啊？地表最快摩托车 S2。好。对吧？下一期持续关注一下。